年有唔少劇場演出都因为受到疫情同埋防疫措施影响而要延期或者改为网上直播。今年二月政府逐步有限度开放有现场观众嘅演出场地之后，各类型嘅表演节目亦都蜂拥而出。最近陈明喜、黄建文同埋陈海彤几位年轻歌手就主演一连两场嘅慈善音乐剧，获得多位乐坛前辈以唔同方式支持，包括有上台献唱嘅 Joe Junior、彭嘉丽，以及低调入场观赏后辈演出嘅周慧敏。呢部音乐剧嘅剧本改编自视障人士嘅真人真事，其中陈明喜同 Kim Man 就喺剧中饰演弱视人士，佢哋都话喺演出过程中感受到当事人嘅辛酸。自己今次舞台上的表現先，咁咪 show 後真正的美玲又過嚟同我講話被感動到，好開心。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已經是最大的鼓勵咯，係我就不會自己再去 judge 自己咁。但我又覺得其實我哋雖然演我排得好辛苦，但係佢哋先是最最犀利，因為佢哋做到咁多嘢，同埋佢分享咗佢嘅故事咯。係啦，我覺得你喊住唱歌係好有難度嘅一件事，我已經忍住㗎啦。係啊，我已經喺嗰一 part 係盡量去忍住唔好喊㗎，但係都係因為。你想到那個孤單感是看不到東西，剩下自己一個了，見不到自己想見的人了，那一刻就是會很痛苦。至於為這幾個感人故事獻唱插曲的彭嘉麗，就說今次是她第一次參與音樂劇，亦分享了沒有擔任演員的原因。會不會都希望下次參與多些，即是不單止唱歌啦，演埋都唔得啊？誒，我其實是想的，不過我覺得我看完他們哇，成班年輕人真的花很多時間、很多心機去練。我自己我想，如果俾我，因為 我真的未試過，我畫電影啊、電視乜都拍過曬，係未做過舞台劇、音樂劇都未做過。咁如果俾我，我可能是但做住一樣先，一係淨係做演員，一係就好似今次咁淨係唱歌先。是成敗也好。